战争从2022年2月24号爆发之后，已经打了1年9个多月了，至今战火还没有停止的迹象。另外，在乌克兰西部的一个村落，当地的时间15号发生了一起村议员闯进会议引爆手榴弹的事件，造成至少26人受伤。手榴弹爆炸瞬间，在场所有人都发出凄厉的尖叫声。乌克兰西部的克雷特斯基村，当地时间15日，一群人正在会议室里开会。一名穿着黑衣服的村议员打开门走进会议室里，打量了好一会儿后，从口袋里掏出3枚手榴弹，拔出安全插销，再把手榴弹扔在地上，手榴弹随即爆炸。路透社报道指出，这起事件造成至少26人受伤，其中6人伤势严重。先前有报道指出，引爆手榴弹的村议员已当场死亡。不过，警方在后来公布的声明中指出，医护人员正全力抢救他，警方则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乌俄战争从2022年2月24日爆发后，到现在已经打了1年9个多月，至今依旧没有停战迹象。目前乌克兰士兵仍坚守岗位，加强训练，守护家园。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的报道中，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指将近有7万名乌克兰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除了造成士兵平民死亡，战火还摧毁了包括学校等许多建筑和基础建设。乌克兰学童们只能在地铁站改造的克难教室里继续上。We've had a breakthrough. A decision has been taken now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begin accession talks with Ukraine, with Moldova to join the European Union. 另一方面，一直努力争取加入欧盟的乌克兰，虽然欧盟领导人1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中同意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一直扬言要对此行使否决权的匈牙利总理奥班，尽管最后选择弃票，不过之后就挡下了500亿欧元（约1.7兆台币）的援乌资金。另外，据专精中东欧经济的智库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乌克兰的经济状况跟加入欧盟前的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类似，资讯和军火工业也颇具竞争力，确实有加入欧盟的条件，但也面临人口锐减和贪污等障碍。华视新闻综合报道。嗨，大家好，我是尹彤，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